激光如下马超军事阅读恢复中原奈何三思不中与故Oh.
三思不忠，只有谁出人一片奇怪脉，我有心去推眼尘，本来没苦暖暖转子远飞开，母亲，你们今天也早就不在房中，到哪里去了？今日一哭一直郁郁寡欢，今早他说有了心思，我们是一起到郊外赏梅去了。赏梅去了，母亲，一哭今天王思泉用还写了一首优美的好思念。父光，你乐观心灰，他也不能迈入中进三岁，死无前程。这是谁的旨意呀？四海而强，有外媒，丧媒前程。母亲，莫要责怪。好了好了，父光，你从告堂兄告圣礼部之时，范为孤立，便在圣院使用堂设宴，唤他弟送来宴客请柬。你弟弟不在家，我们母子理当赴宴。小燕，进去禀报我侄少爷，是我们来了。是。母亲，从高头靠近会在的步步高升，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实是不愿见他。副官，我们老家想以报要朝廷为己任，今日之宴正好请崇高将你向朝廷迎见，怎能不见？三娘哪里？三娘哪里？崇高，崇高，我的好彩，在这亲生母一拜，不必因此大礼。不过快来接过崇高，三弟，体味就为了酒。崇高啊，你今日衣锦还乡，真叫圣娘刮目相看呐、啊！圣娘。这位是，这位是王世忠请曹世成他官人。哦，曹大官人，久仰久仰，请。哎，这是我家武官，哪里比得上崇高你？崇高啊，这回还要靠你多多关照武官呐、啊。哎呀，真呀。
娘放心，三姨她本是决定聪明之手，倘若她能生死到死，这锦绣前程嘛，是我们崇高之辈都望尘莫及的。我崇高兄，这我倒要请教请教，何为生死到死？方才我见到题诗一首，其中佳句倒能表达我之心思，不妨您来听听。好。修得孤城是孤国，却将心湖是心脏，是酒成也。哇，你这一人倒勾起了我的私心，实在以完美郊外上美，又新作一首，诗中之意便是我老友的生死导师。好，三公子与曾夫人康丽堂后早已成为美谈，今朝可否请少夫人当众吟诵一如雅兴？副官，此次请雅者。好，请。崇高，你请坐。好好，请。好好好好，少爷。而今则另有要事，速报奉陪。
话责成。副贼苏同知堂老爷派人来了。副官昨日说有要事，莫非就是为此？方才老爷把三公子和少夫人都换去了。什么事啊？听说要请少夫人和三公子到副贼娘家去呢。到副贼去？此般他事，副官怎敢瞒我？到福州来的人打听打听，他们是那边派过来的，还是我们这边叫过来的？是。
我弟弟本月已经回洞找为官，所以只是妄想。方才宽了死心，不是已经一口答应了吗？那婆母呢？母亲，狠心是可越狠成才，是家乡爱根本在于父母在不远的位置，倒叫落雨为难呐。那你这是不正？若是我是不得不正，外面你是我是何是我母亲？你们在商量什么事啊？啊，母亲，儿更要去禀明母亲。你们现在翅膀硬了，为什么是话了？还禀告我这人？母亲，莫非晚辈做的只是生气？不见总高是我生气，母亲生气。二辈子，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去做。昨日你不去赴宴，总高十分不快，故而我今日太以为情，小子见你。母亲，身国有子，万望母亲多多体谅孩儿的处事为人。不过，刚才你还是要向我赔罪呢。罗大人到，客官有请。天公赏念，呀，从高，不管早上有要事离开，我儿今日答应请你过来一叙。不管你们兄弟二人就像当年一样，冷死平居，好好叙谈叙谈。从高兄，请。三弟，你我好久没有一起喝酒有了。
姐请公公写了寿司，即刻就有人接我写诗了。请你写什么诗啊？以命来发岳家军，国父之盟以孝顺，大使今为庞当无雷方一催秦肃顺。嬉笑怒骂，举城伐赵，痛快痛快！来来来来来，饮酒饮酒！三弟呀，当年你我拼死老子，你的高见我可铭记在心啊！你是。是公有私，公夫在私外。三弟，我不正是照你所言而处事为上吗？公夫在私外之境界，怕是常人难以企及也。是啊，是啊。唉，世上做神最难的就是我们所生。想你三弟，恐有该死在王，孙却复原死罪。这究竟于私何意，于机于何理呀？这就是命，是我们书生的命啊！可世上也有不认命的书生。若以我中专包国府门，但且可受其敬。可有人为谋得一官半职，便可颠倒和把神社作福？三弟。三弟呀，总说你不愿丧命，可我还有一言相劝，骂我落崇高府方，说骂清丞相有忠烈门堂含糊。好，我若有在红颜纠错，你当兄落崇高与我一起受牢好杀头。不过哦，崇高。崇高，你三弟生性倔强，绝会谎言，还请你多多包涵。哎呀，婶娘，今天他不是听上于我，分明是辜负了你呀！三弟呀、啊，三弟，你此次也一颗心，明天也是总有万夫在外，用不功名之宝，愧对祖宗啊！三弟得罪崇高，辜负于我，莫非你真想自立自立，花前月下，荒废一生吗？母亲，我是辜负心中十万兵，报不了乱世为名啊！伯母，母亲放心，朝堂一路虽然必杀，四海都有忠义之人。自动道和相互原因，孩儿不罪，父有前程。什么前程？此事关系孩儿一生，当亲弟弟也去伤你。好，去请你父亲来。遵命。万姑，你留下。伯母，万古you
似月清而风不停，你洒雨半点小人意，倒要快破西四飞一秒心。二是不知泡沫破一意，等他们来了再散。儿啊，好事好事啊！三是我家的千里君，母亲家快也心非苦心，今日负责皇子小夫妻一同去吧，一同去吧。不爹不爹，小红爸爸真没错嘛，真的严重。妈，佛祖太远了，不能去。夫人，你有一儿前程未从啊。他的前程我不是早已安排了吗？莫为害操心，本府不依之礼。那就快快依从了。这是儿媳有些担心。担心什么？担心玉姑跟着，实在杭州省城，他随不了秦桧一说，得罪群相，岂何不行？哦，要是去福州呢？母亲，福州都有忠义之士，恐伤恢复后山。可以拜托秦桧押送，走一个押送，遇一个押送，押送押送。看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都只会拜托我的押送。
母亲何出此言？我出有据。此次是谁将武官的事告知霍州的？是。今日又是谁叫霍州的人过来接你们的？母亲，去霍州头眼见是孩儿的本意。孩儿仕途不顺，包括父母心中有闷，母亲是明白的呀。否则，只怪我儿天真。你可要三思而行啊！难道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儿子？可余生倒也为不把长辈放在眼里，尽管当着我的面是足之少，方才听奴婢提起此事，不完不行。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行，我怎能不行？我无法不行。伯母，如果去福州投医，定能他有作为。伯母实是担心他顽童去福州，终今三岁，与无与过前程。儿媳，宁愿忍心。照你所说，分明是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要活活拆散你们夫妻。母亲。伯母，此王我是何担待？对不起，母亲，夫人你不要多心，枉过他平息这一事情。母亲苦心望子成龙，再上从不从高位而为我见证，枉过他事实是我先行接不走，耽误我儿前程的究竟是我，还是他？母亲，母亲息怒，万没就是怠慢母亲之意，但别舒心。这是心无两难之境，不得已而为。不许你袒护他！我虽无盲目之言，从来教之于法。自从你进门之后，孤和丈夫离间母子之情，你哪有半点做媳妇的孝道？你的心脏好狠呐、啊！母亲。伯母你此次宽我，他万我负义一顿。母亲、哎、你们小夫妻好好听说，母亲的话偏是说的最重，谁也不许顶嘴。我从我还在后面，你无关不得去负罪，倘若你都可以为负罪去了。也好，母亲也好，免得忧伤母亲，让我不归宁退亲，求父未来一家高高兴兴。这段不是断亲，是他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许伤门。母亲，你，哎呀，第七王可不能这样死呀，母亲。刚道不斩无罪之人啊。控制家女与切出名分，不生父母也得在此，不生儿女无后在此，多亏这是非李清在他切出字条与其上，叫你出气好放好理应。母亲，若有知情乃是你当家过女亲子，你下不得这股狠心啊。他就是你荒废呀，你远罪高飞，刚我心爱之女负你插头自杀，我伤不得娘娘抱不得太子，这股狠心我是下听了。母亲，哥哥也曾到我曾到我也不为父母
叫母亲。母亲不杀，你怎样？母亲不杀，你到底是要妻子，还是要母亲？母亲，有母则亲。你成了天下最伟的母亲，啊！你贴心，我也贴良心。老爷，他不出气，我出家。
公，我妹。敬重，连生不能进家，对母不能尽孝，对妻不能尽义，丈夫难生，春心痛裂，只有披发上三月了如呀。月光、啊、老爷，你这一家之主，区区你要哪子理呀？对，我要哪子理？我要哪子理？顽固，为吾看你们从小长大，你的娘家是个好姑娘，家境无光是个好妻子。你受了无辜委屈，我却
全都明白。王姑，你千万要听得住啊！姑娘，今夜上来人儿。
回房喝下去吧。小心你的身子。小啊，小心买花三娘来了。小小啊，雷三娘老你送花来了。花钱请你。不用，这是早日正大官人吩咐送来的。他说这小红绿林落于少夫人居住，叫三娘好生款待，一切错用不及，你只管问我呀。多谢曹大官人，多谢三娘。小红啊，三公子有几天不来了？也有七天不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小，来来来来，今天东门王员外因为落雨已经续起了，要我替他女儿做媒。三娘，哎呀，我可不做这种伤阴间的事，只怕夜长梦多。啊，夜长梦多。去
起伏天天要来，母亲是有所察觉，以身体多病为由，强迫我读书，不离左右。我哪里还读得进书？完美，我也是白天想你，夜梦抱你，无时无刻不牵挂上你。
断肠绝望。
王城客。将自杀做不陪坐，把你父亲也调往杭州来了。我弟弟到杭州来了。小红，小红，快拿笔念来。玉姑，你的弟弟书信一封，要他为我做主。婉妹，你弟弟威武之将，霹雳之心，儿女受气不可忍耐，反复大事，还是我父王为文之名疏通岳父同来，与我母亲以手足之情劝和。也好，那你什么时候走？小姐就等在楼下候边。我三五天就回来嘛，啊？那你走吧，我被抱走。
今天要他赔罪。弟弟，弟弟，玉姑与我今生年重，礼物人却眉目人情，只望求助于弟弟，啥是弟弟偏离父亲不能生呢？父亲重用，再无一心心亡灵。弟弟，女儿娶你再生呢，你信吗？可怜的女儿，好，我生呢。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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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安排前程，又要我去投靠秦桧。哎呀，我管他什么秦桧，我只是要你母子贴心。你要去福州，就去吧。当初我苦苦哀求，你不杀我去，如今。我去你我当你去谋子我还能再贴心吗不过我好恨啊你恨为娘不成我恨我不忠不孝我恨我包姑父们我恨我罪得太烦了不过
请在上，海海，把一笔。三娘，把死信拿出来。这啊，从元末解放，待我三年，不把他不回来。老夫人，这封信能送吗？可以送吗？啊，不过他写错了一个字，我来改一下。写错了一个字。老夫人。你去好好招阔夫人。是。归去也衣裳，长发论温馨。夫君夫心事，终难去去于尽。
来买行货。哎，是啊，一送花礼我从前我常为三公子送花礼。难忘啊！小楼夜夜听春雨，笙箫鸣早买行货。对对对，我在小楼里常听少夫人念你的诗。三公子。我醉了。喂喂，来。三公子，有啥吩咐啊？是你该接我为营。为营？什么为营啊？三年前托你送私信，为何从此杀人呐？哦，那封
去凶脚去少夫人，不料他弟弟可了身，这是一封绝交书。三娘啊，三娘，我怎为头事绝交啊？是啊是啊，我也实在想不通，你们好好一对夫妻，怎么为一分两散？想必你也知道，少夫人给嫁了赵氏任大官人。哦，刚才我接到赵大官人与少夫人与冤来了，少夫人来了。三公子，当年的事，你自己去问问表妹啊。我醉了。三娘，三娘。三娘，不见今日宴会，此生也乃至于用，请人与夫妇也礼宜。请君一起饮酒侍候，请，请别。
重视情话，他一种负面给家了糟蹋过程，今日深冤相逢，小姐将其送还于你，要与你永不相见。你可是你怨他恨他放弃他？三公子，小姐这身病怎怕难治了。
难脱。他曾询问眼泪装欢。Oh.